回家的诱惑即将夺目登场。等灰姑娘嫁入豪门，我会好爱你，以后我天天回家陪你。幸福的童话生活却变成幻影。可怜的婆婆，怎么那么倒霉啊，居然你这么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媳妇儿。自私狭隘的丈夫，平时虽然好，但结婚这两年我确实腻了烦了。他苦苦维持的婚姻更在好姐妹的介入下彻底粉碎。那是好姐妹偷欢的感觉，真刺激。挣扎在情欲与道德间的男人将做出怎样的失控选择？为了少恩，让我放弃我们的孩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绝情啊！都市男人抵御第三者情感大戏《回家的诱惑》，精英独播剧场，明晚10点夺目登场。